行善，终究会得到善报。看见幸福的第一道曙光，生命便是温暖你我的心，生命便是温暖接下来请收看佛教音乐会。可以说是藏传佛教的天使，又勇敢又温柔，又智慧又有威力，是寺院和修行人最有信心的护法神之一。任何呼求，他们都会迅速、极尽、威猛的回应。杜姆法也是堪布竹青嘉措仁波切的心意福藏。仁波切从小和杜姆特别有缘，小时候曾经落水，被杜姆所救。半世纪前，仁波切也是向杜姆祈求，而得到不丹道场竹德寺的安身之地。因此，仁波切著作《杜姆法本》，要求学生们修持杜姆法，不只是感念杜姆恩德，祈求护佑，更希望唤醒我们心中和杜姆无二无别的本质，完全开展自己的金刚身与意，做护佑众生的圣杜姆。这就是杜姆颂和杜姆本尊修持的故事。现在我们祈请圣杜姆加持，也祈愿一如仁波切的心意，让我们心中的圣杜姆早日现前。嗡达勒嘟达勒嘟勒嗦喜之爱是眼睛一痴，扫除我既有情之恐惧，尽除疾病爱莫与你缘，出世顺愿圆满而长生，世俗无常悉地情此语。解脱这杜姆眷属中，往昔之爱是眼睛一痴，扫除我既有情之恐惧。
尽除疾病，爱莫与你怨，出世顺愿圆满而长生，世俗无伤悉地请赐予，嗡达勒嘟达勒嘟勒嗦。圣洁托着独木眷属中，往昔挚爱誓言轻易迟，扫除我既有情之恐惧，尽除疾病爱莫与你怨，出世顺愿圆满而长生，世俗无伤悉地请赐予，嗡达勒嘟达勒嘟勒嗦。身起一身独木闲空想，竹阴深空自然知周易，心起明空独木真无心，心起明空深独木知心，一丝光耀歌舞赞美，将绕一不同有情中，愿与众生快乐与欢喜，愿与众生快乐与欢喜。身起一身独木闲空想，竹阴深空自然知周易，心起明空独木真无心，心起明空深独木知心，一丝光耀歌舞赞美，将绕一不同有情衷，愿与
有一种灵丹妙药，能让办公室效率提升，让企业产能增加，让上班族工作质量好。它是什么呢？这么厉害？原来这个灵丹妙药叫正念觉知，我们人人都有，不用向外求，只是常常忘了拿来用。因此堪布仁波切写了《工作正念歌》，帮我们恢复觉知，把心带回当下，把正念带进工作，帮我们忙而不乱。工作也可以成为一种羞耻，但要怎么做呢？请听仁波切说。坐即为禅修本，亦是禅修之所愿。是故而于工作时，自然无中且松坦，成念自皆因之相，诸念自皆因之相。当下所作诸作业，随现而空如梦境，有生而空如回影，明空离眼住明心，如是之意无所作，离上下作禅定。此生所作一切事，应是业之作者无，应是所作自心无，着之妄念无来去，亦无生灭应了之，今现应作梦境消。即为禅修本，亦是禅修之所愿。是故而于工作时，自然无争且松坦，成念自皆因之相，诸念自皆因之相。当下所作诸作业，随现而空如梦境，有生而空如回影，明空离眼住明心，如是之意无所作，离上下作禅定也。生所作一切事，应是业之作者无，应是所作自心无，作之妄念无来去，亦无生灭。